你确定三号是坐这班飞机 ？A 人的专长就是制造巧遇，你如果拄到伊，我将你拄好的代志啦。我伫你心内是毋是已经有失宠啊？那我做人爸爸，甲未来心不较重。啊，我儿子控袂用的哦。三十年啊，你赶快叫你阿爸。我对你三号真正的爱是无法度包容任何的白贼话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贝朵娜粉钻屏。贵当属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嘛是咱的万里的 VVIP， 爱好好讲交代哦。王总裁，你确定三号是坐这班飞机？是啊，飞员。是病院嘞，我怎会困在病院啊？还佫有子婷啊，叫伊吼，唔通安尼后白走啦。阿姨吼，大神大命，好好踮厝内底安胎较重要。我妈讲话有淡薄无正常，敢若有记忆错置状况发生，麻烦你安排一个精神科医师来看一下。我认为你迄个对象，毋是真认真要甲你交往的。可是，伊若是真心真意，应该是爱向你坦白，两个人共同去面对问题，安尼毋才对。因为真正的爱，是无法度包容任何的白贼话。你会当回来啊？过当初你有买坐这班飞机？你免回来，等下你家己先回去，我甲你讲的，有话要讲。三十年啊！你赶快叫你阿爸。我为着甲你见一面，想讲甲你加讲几句啊话。我甲拍卖会这尼来个机会，我送乎伊。我对你，看你今麦什么态度啊？回条件，只要你去找你的家良爸爸，讲你愿意原谅我。不管你开什么条件，我拢替你完成。讲到底，你还是要利用我来保掉你的婚姻。爱我开条件，我无可能会原谅你，无可能。